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为应物。萋萋去亲爱，泛泛入烟雾。归照洛阳人，残钟广陵树。今朝此为别，何处还相遇？世事波上舟，颜回安得住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凄怆地离别了亲爱的朋友，船只泛泛地驶入茫茫烟雾，轻快地摇桨向着洛阳归去，小钟残音还环绕着广陵树木。今日在此，我与你一一作别，何时何地我们能再次相遇？人情世事犹如波上的小船，顺流回旋，岂能由自己做主？再读一遍，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。萋萋去亲爱，泛泛入烟雾。归照洛阳人，残钟广陵树。今朝此为别，何处还相遇？世事波上舟，颜回安得住？